好消息，袁老师吃方球，上次开课了。袁老师教我们打乒乓球呗。好啊，进来吧。你知道怎么摆动作吗？有拿过拍子吗？没有。你先这样拿好，你也这样拿好，右手呢？右手呢？真的从来没有哄过小朋友。先从颠球开始好不好？不会颠。颠球，一二三四五，然后我就让你们上台打球。你要先学会拿拍子，然后练好了颠球之后，叔叔就让你上去打，怎么样？你可以试一试。我打。哎呀，这一小孩啊，嗯。找妈妈。你光找妈妈？找妈妈。你是来找我练球的还是找妈妈的？嗯，找妈妈。你只找妈妈不练球啊？好了好了好了，好了，妈妈一会儿就过来了。一会儿就过来了，妈妈。妈妈。好了好了好了。妈妈。好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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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带你找妈妈。哎，小朋友，还学吗？不。你刚刚不是说想要上台打球吗？要不要叔叔给你买个礼物？